恭喜晒五号 Jenny 李星儀。那目前六号同埋五号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嘅呢一个附属奖项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哋请 Angel 同埋 Eric 咧帮我哋颁奖先啊吓。那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旅游大使的话呢，我会介绍大家可以来马来西亚一起的旅游，一起的观光，因为烟霾。讲咧，就算冇 point 都好啦，净系好想听佢把声继续讲落去啦，你好劲噶！马来西亚的女人的气质。